就是说，在台湾独立的问题上啊，还是要保留一点啊言论的空间啊，不要太明确的。但是现在当然，我非常能够体会宝华兄啊，他对台湾的主权、对台湾民主的全心心的投入的支持啊，因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开始认识到台湾啊民主的价值，特别是认识到台湾的主权的问题。因为过去很多人啊认为都是主权大于人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权大于主权，认识到说台湾啊国家的定位，台湾是由台湾民众来决定的。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民主运动里头，像文彪律师，像我这样，很多人就非常明确的支持民主的台湾，支持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所以宝华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哈、啊，我真的特别要感谢啊，宝华兄，他在就是从中国生活的背景、香港生活的背景人当中，是比较早的啊，都明确的是支持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特别是支持台湾的主权的。所以他是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先走出了一条路。所以我相信，我也相信，就是说宝华兄关于台湾的生活的对台湾民主主权这一段描述的回忆录，对以后中国背景的民众，它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啊！谢谢各位。